到国内要来关心这样的规定是不是太过严格不合情理呢？这是指航空公司现在为了避免机组人员临时请假影响到营运，居然要求呢请假的员工他一定必须呢要提出证明之外，而且必须要面谈呢，还要跟你的长官面谈才能够请假，这合理吗？我们看到呢有员工就说了，公司根本是刁难这些请病假的员工，那么呢都已经生病了如何去面谈？但是长荣航空他们表示说，只是针对一些出勤状况比较不佳的员工。据了解，华航在早期呢也曾经采取过类似的做法，不过劳委会认为说资方可以改要求劳工呢改请事假或者是以旷职处理，不应该过度的来这些扩张管理权来剥夺员工他们请病假的权利，简直把劳工当作是贼在看。